今天的 OOTD 很难得有推荐哦。叫 Elementary， 然后我再次跟我朋友一起在这里飞，因为我们今天的目的地就是来这里带我们的 upcoming trip， 我们 upcoming 要去 Tasmania， 然后就给你们看一下我们在 plan 的过程。40% 的我们的 plan， 所以我们 itinerary 已经 plan 到有 40%， 然后我们再去吃饭。我们现在就走路兜圈，其实 Sorry 是一个蛮好吃的泰国餐。现在就已经到了 South Yarra River， 给你们看 South Yarra River 长什么样。是 South Yarra River 啦，可以看到西地的美景。我们已经到了那个 restaurant 叫 Soy 38， 它是在一个 parking lot 的泰国餐，然后我们在排队，我阿哥我们给他排一个小时或半个小时。的妈妈咪，这个一个腌的生虾，然后这个是 pork skewer、pork neck， 还有猪大肠，是我们的妈妈咪。在 Flinders Station 上面的 train， 因为我们现在就要去 South Yarra 找我们的朋友 Fiji， 然后我们就要去一个我们很喜欢的 club 叫 D1。就到 South Yarra 了，然后我们现在就走着去我们的 friend 家，给我们看一下以前我做工的地方。以前就在 I think 这里，哦，前面一点那里做工。
朋友的家开始调我们的酒，然后要准备 pregame， 是我们的 bartender。你要放 one shot of 美酒，然后三 shot of gin， and then 三杯冰，够美酒。朋友的生日，然后我们现在就来打卡，我们要去一个叫 Holy Moly 的 mini golf 场。我们现在等我们的 booking， 然后这里超级多人。